场实现。如来佛祖正法道场正式出现，为了显扬如来正法，这道场是融合所有宗派，融会如来佛祖84000法门的地方，如百川归海。这道场的领袖是心藏道师，他是一位精通密教和显教都摄三圣的道师，如下是以德应可的合唱歌。有位道师，法名心藏，隐遁深山，隐进大房，住在南方，昔世教旨，快去找他，救度众生，救全人类，快快快快！各位想向心藏道师联系，请联系德音侍者，电话号码036-2336-240，邮箱跟因果轮回@gmail.com，我心藏道士等着你们。阿弥陀佛。